菩萨种性，没有菩萨种性哦，都是小圣根基的，所以都是证得阿罗汉无学的果位。菩萨要成就佛道啊，通常说三大阿僧祇劫，常缘呢、啊，菩提路缘呢、啊，所以这时候呢还不得度。是时优婆离博士尊言：色彼善男子、善女人，虽持八关斋，于中不发誓愿者，岂不得大功德乎？这个时候呢，持律第一的优婆离禀白世尊说：假设彼善男子、善女人，虽然受持八关斋戒，于此斋戒止恶修善的功德中，不发誓愿。他持戒啊，修善啊，有功德，但是他不发誓愿哦。不立誓、不发大愿的人，难道不能得到大功德吗？世尊告曰：虽获其福，福不足言也。释迦世尊就告优婆离说呢，虽然也获得他受持斋戒的福报啊，然而福报少，不足以谈论啊。福报那么很少啊，不足以谈论啊，等于是人天吃福而已啊，人天人间天上啊，享受肉报的啊，享受乐报愚痴的福业而已呢，不发愿嘛，也不求三圣圣道啊，那就变成人天福报。所以然者，我今当说。所以如此，其中的道理，我现在呢，应当说出来。所以呢，誓愿力最甚呢、啊。经典中说呢，誓愿力最甚，发誓的誓呢，誓愿力最为殊胜，力是发愿的力量最殊胜。过去是有国王，名曰宝月，以正法治国，教化天下的百姓，无有阿屈阿偏袒某人呢、啊？国王有偏心哦，他偏袒某个人，屈呢不正直啊。宝月王所正不阿，心很正直，统领南阎浮提。假若心不正直啊，这个人呢、啊，他不可能呢、啊、有这么大的福德啊，统领南阎浮提不可能，因为心很正直嘛，所以福报很大。当时有佛出世，名曰宝藏如来，十号具足，具足十种名号。宝月王有一个女儿，名曰摩尼，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牟尼，容貌很特殊，面如桃花色，他的面容啊，如同桃花的颜色，粉红色的了，面如桃花色，皆有前世供养诸佛世尊之所至也。这是经文哦，经文说呢，皆由前世供养诸佛世尊之所导致也。导致的致呢，经云以金补如来相，感生金色。经典中说、哦、
用黄金来修补如来的形象。如来造佛形象的时候用黄金来贴上去嘛，贴金嘛，那黄金剥落了、啊、用黄金来修补如来形象，以此业因感得生在人间身体金黄色的果报。有因有果嘛，身体金黄色是以金来补如来相感召来的业因果报。讲到因果，以此义理来推论啊，面如桃花色，皆由前世以花供养诸佛如来之所导致也。用理来推论是这样子的。尔时宝藏佛有三番说法大会，初会有168000人得度，第二会有16000人得度，第三会13000人得度，皆是阿罗汉，见思烦恼皆已断尽。宝藏佛为诸弟子说如是法，诸比丘当思念坐禅，应当思念坐禅哦，勿有懈怠，不要放逸懈怠啊，互求方便读诵经界，又呢寻求种种方便呢、啊、要读诵熏习经法跟戒律，然后要坐禅，坐禅思维修定。宝藏佛有一位侍者名曰满愿，多闻第一，如我今日阿难比丘多闻最甚。尔时满愿比丘禀白宝藏佛，有诸比丘诸根暗钝啊，说有诸比丘啊，诸根六根啊，眼根乃至意根啊，六根痴暗愚钝，要他诵经没办法，要他坐禅也修不来，读诵戒法也不行，六根痴暗愚钝啊，做不来啊，意不精进，他也不能精进啊，对于禅定之法又不能读诵熏习，诸根暗钝嘛。今日世尊要安置此人在三句中的哪一句啊，今天世尊啊要安置这个人在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当中的哪一句啊？宝藏佛告示者满面比丘说，假设有比丘诸根暗钝，六根不灵敏啊，我们说不灵活了，转不过来啊，不堪任修习禅法之人，应修三种上人法业，应当修习三种上人法呢、啊、上人法业，云何为善？所谓的坐禅诵经坐劝众事，就是这三件事而已了。坐禅诵经，诵经包含的戒经啊，读诵戒本啊，背诵戒本或者契经啊，坐禅诵经坐劝众事，就是修福业啦，修福业。
佐助供养三宝的众多事物，曰：三种增上之人所修的道法，所修的正业。你能够坐禅的人，好好的坐禅思维；能够诵经的人，好好的诵习戒经、契经；不能坐禅诵经的人，好好的左劝众事，好好的修福业呀、啊。你当执事嘛，好好的修福业，都是正业哦。这三种而已。尔时有长老比丘，亦不堪任修行禅法，作事思念呢、啊：我今年纪衰老，我现在年纪这么大的啊，体弱啊，身体很衰弱啊，老了啊，也不能修禅定啊，今当求愿行劝助之法。他能够思维了哈，现在应当寻求我出家学道的志愿。这个志愿很重要啊，每天要发愿啊，每天要发愿，小愿到大愿啊，发种种善愿啊，我们才能够努力用功啊，不然啊，是很可怜啊，很可怜啊。一天这么长要怎么度过啊？时间这么长要怎么度过啊？会用功的人，时间太短了啊，时间不够用啊。有的人觉得时间太长了，怎么办啊？怎么度日啊？度日如年啊，没有事情做啊，不晓得要怎么修啊，到处逛啊，哪里有好玩的地方啊。这一段文啊讲得很好，这位老比丘：我今年纪衰老，也不能修禅定啊，今当求愿行劝助之法，现在啊应当寻求我出家学道的志愿啊。我当时候出家学道啊，自求无上菩提呢，那现在老了啊，一无所成啊，我都没有修行成就啊，怎么办啊？这么老了怎么办呢？我要求愿哦，寻求我出家学道的志愿啊，自求无上佛道的心愿。佛陀说啊，修行劝化佐助供养佛法僧的教法呢，这三种法里面嘛，坐禅诵经佐助众事，那我应当要选择佐助众事啊，很有道理。就是我们的老法师啊，年纪大了，他就帮忙整理环境，这个也是啊，但是要发愿哦，发愿万善同归西方哦，发愿求无上菩提哦，对，很正确。能够用功的就在经教上用功，不能在经教上用功的、啊、要修左劝众事，都是三种上人法业啊，佛陀说的啊，再加上我们能够发愿发种种善愿，就是很殊胜哦，不一样哦，不是呢无所事事啊，人家有空的时候就去扫地啊，他就扫地了，整理生气然的环境，发愿以此善根福德啊，愿生西方啊，哦，愿成佛道啊，发种种善愿，哎，这样就对了。这时候的长老比丘，入于城市中，祈求烛火麻油，日日用来供养宝藏佛，使令佛前灯火光明不断。这段文讲什么呢？我们供佛的灯明啊，就是要常常在点着了，
不要晚上呢就把它关了，不要佛前的灯明不要关，佛前灯啊不要关，佛没有明暗嘛，哦，白天的哎可以不用点的啊，晚上才点啊，佛陀没有明暗啊。我们如法的供佛，施主就得到福德。所以佛前灯啊不要熄灭啊，它也不是很浪费电啊，很省电的。他每天呢入于城市中祈求烛火麻油，每天哦用来供养宝藏佛，时令佛前灯火光明不断啊。王女摩尼见此长老比丘，每天在礼相中祈求，即问啊，比丘，今日为何所求？你每天都到礼相中来祈求啊，你今天何所求啊？你要祈求什么呢？长老比丘报曰：圣王女，哦，转轮圣王的女儿啊，圣王女，当知你应当明白啊，我年纪老迈的啦，老迈衰弱，不堪任修行禅法，读经我也不行啊，这么老的啊，怎么读经呢？是故祈求有子用供养佛。因此之故啊，我每天啊，就听佛的话嘛。佛陀说我们要修三种上人法业啊，坐禅、诵经、佐助重视啊。那坐禅我不行，诵经我也不行，我就修左劝众事。因此呢，来祈求有子用来供养佛陀的，续佛前，哎，续佛前光明灯啊，延续佛前的光明灯，舍令不断绝。后面还有很多，还有我们觉得他很好，我们修行的榜样啊，有三种法里面啊，坐禅、诵经、左劝众事，我们堪任修哪一种呢，我们就选择他好的用功。在经教上没办法深入，我们就做这个左助众事嘛，也是很好，就是呢能够满足我们的菩提大愿，要发愿了。我们的课还有一次哈，那接下来剩下一个礼拜呢，我们要准备的课呢可能没有时间，因为还有其他的事哦，还有其他的事情太多了，功课呢没有时间可以准备，所以我们应当呢，我们就是呢，我们这一学期的课就到今天了，就上到今天，那下礼拜二呢我们就停起来，因为没有时间准备，那下午的共修还有，下礼拜二下午的共修还有，那我们这一学期的课呢就上到今天回向。圆通寺位于埔里，三面环山，灵秀所中，堪称为清凉佛地，是修行之圣处。现任住持为信德律师，依止台南法王讲堂上卢下本和尚出家，为清宫和尚侍者三年，随侍研究戒法，为依止阿舍离护观三年期间，除每日诵食至官房外，即专心阅藏，早晚定课念佛，日背诵《金刚经》一遍，如是三年，
皆依比丘戒法、菩萨戒法行持，至今20多年修行不错。法师深感戒法之重要，犹如慈母善护行者，催福众魔领得安稳。今逢弥勒菩萨圣诞，弥勒慈世尊，慈悲无能胜，众等礼千佛，欢庆菩萨诞。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倍，特举办新春祈福法会，恭请法务指导僧众领众。日期1月22日星期日，大年初一，时间9点礼千佛，10点半佛前大供。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9，039899319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21度母四曼达拉消灾超度法会，恭请佛学教授主法。日期1月29日星期日，时间下午1点半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0383116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如何接受灌顶？发了密宗的菩提心并接受灌顶之后，就是进入了密法之门。密宗菩提心与显宗菩提心的差别在于，显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显宗法门，
之后经历三个无数大劫以后才能够成佛。密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密宗法门，一定要即身成佛。即使不能即身成佛，也要在中阴身的时候成佛。如果中阴身还不能成佛，就发愿下一世成佛。密宗续部也讲过，保持清净密乘戒的密法修行人，最晚会在七世之内成就。在密宗菩提心的基础上，接受第一次灌顶，就正式成为密乘修行人了。所以，对每一个想要修密法的人来说，灌顶都是很重要的。没有灌过顶的人，根本不允许听闻和修学密法。密宗的第一步是灌顶，想修密法，首先必须灌顶。灌顶的过程同时也是受密乘戒的仪轨，在灌顶之后必须学习密乘十四条根本戒或当次灌顶相应的密乘戒，并保持誓言清净。学佛不一定要学密宗，假如自己选择的是汉传佛教的净土宗、禅宗等等，就不需要灌顶，也没有犯密乘戒的危险了。但如果准备学密法，了解一些灌顶的常识就是必不可少的。灌顶的含义有两种，是灌输，本身佛性并不需要外界的灌输，因为原本存在。但从表面上看，通过灌顶还是灌输了一种力量，从而启动了如来藏本性，是摧毁、断除、破除、摧毁我们的贪、嗔、痴等障碍。灌顶的作用，启动佛性，密法所讲的机、道、果三者当中的机，是每个众生自身先天具备的。从密宗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五毒、烦恼的本体，就是五方佛的五种智慧。五方佛或五种智慧本身存在于我们的本性当中，在我们还没有学佛或没有灌顶之前，佛性虽然存在，却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久久流浪的河沟。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今天我们再继续来进行我们要介绍的《天台九祖传》里面第四祖智者大师。从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啊，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啊，从古论今呐，啊，虽然智者大师也是500多年啊，西元500多年的人啊，可以说距离这里是1500年前呐，啊，将近1500年啊，1400多年到1500年。那这样子的一位古人，或者是乃至以佛陀啊更远，2500年前，他们所说的道理啊，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要修，因为佛陀跟历代祖师大德啊，所要阐发的也都是人的生命的本质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啊，生命的这些的现象是怎么样，我们的人啊，到底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啊，所以在佛陀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啊，就是当时的啊，就是印度的婆罗门教，还有六师外道，他们对于这个世间的道理啊，其实他们都不相信说有因果啊，他们也不觉得说人应该要特别去做什么，他们有的也乃至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啊，那这些呢？都是邪说，都是外道，所以佛陀在当时啊，就算是一位觉者，能够称作觉者，也就是对这个世间的真相啊，是如实啊了解，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要去真正去了解这样的实相，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至少要先有信心。就是哦，原来啊，我们从道理去了解也这么重要啊，从道理了解，然后呢，我们因为有习性，我们的习惯呐，啊，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啊，好像所秉持的这一些的习性啊，啊，他就啊，好像不是那么习惯说啊，我们要依照这个正法去怎么修就能够怎么修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要靠一个信念，然后有一种好像我们始终都要这么去做啊，所以他要有一个精进啊，就是能够不退啊，不间断啊，那至少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带领着我们向前，是这样啊，那。刚刚说的念，也就是说正念啊，也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提醒自己，随时随地提醒自己啊。那这个正念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念头啊能够集中在当下啊，当下的现前啊，我在做什么，我的心中没有妄念，那一直提醒自己啊，慢慢的我的心就能够趋于安定啊，那就能够真的有一个深入的观察力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对这个世间呢 没有这种真理的信心的追求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就是叫做随波逐流啊，因为一般的人还是都是对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外境就是会被迷惑。所以我们就是会追求外在的这一些的这种
享乐啦。那当然我们在看到的祖师大德的这一些的修行啊，它是完全就是向道啊，就是我们说啊，就是以修行为主啦。那在我们说时代的演变啊，那现在的这个佛法的作用啊，我们也还是一样要掌握这样的核心，只是说因为我们更多的这一些的方便法门也能够了解说有的众生呢还有我们自己像就是不同的根基的凡夫那我们呢可能要用哪一个方法能够进入也不一定说每一个都像祖师大德这样子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深的的层次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些方便法门像现在现代我们也有透过这个这个艺术啦或者是音乐啦那能够让好像众生对佛法会觉得说哦这一听好庄严呐他有一种感动然后慢慢的再从这个义理去了解那在一个就是时间放长一点然后呢他的吸收的这个这种好像层面呐也更加的广泛一点所以这些都是现代的这些的方便法门呐所以我们从祖师大德是古代的那我们掌握核心那我们也对照一下现代所以在谈到智者大师这样的一位天台的祖师我们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这样子的一种切实的修行而且在他的当时来说其实他也已经是有一种时代性了因为他能够把佛陀的教化整理了以后呢他就是按照不同的层次把它就是做成不同的这种架构所以我们刚刚谈的就是以四部止观来说他的这个摩诃止观是最高可是呢他的基础要从这个小止观那小止观里面又从生活起居的调配然后呢慢慢引导我们也要对这个世间跟出世间还有真正的佛的境界我们用这种义理的这种善分别所以说要好好的思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就是正修行所以在小止观里面的第六章他就开始能够正修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观察我们的心这些的这种状况它其实呢都不是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些的妄念我们的这一些这个念头那实际上呢都是要能够观察它的实质都是虚妄的那这样的时候呢就符合止所以能够从止然后观察就是观也就是观察这些诸法的这种实相然后从空就是能够看到说我们有实质的现象的也是本性是空那我们的心念也是空那这样的时候呢它是破我们的执着了所以从空先打破我们这是凡夫的这种执着那这个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这种好像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前面就是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或者是我们吃得到或者是我们身体感触得到的这个对境那我们就活在一个假象里面那可是我们今天听到说其实这些都是本性都是空寂的因为他就敲我们的头脑来想
就想说，哦，这为什么是空呢？明明我看的是实在啊，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哦，我们看的对象其实它也在变，所以这个叫做，哦，它是空的，就是因为它会一直变，一直变，然后呢，就是会坏，然后呢，到最后就是真的也没了，也是空啊。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长时间的变化呢拉短一点，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就让我们去啊，从好像长的时间的演变呢，我们就把它缩小一点来看说啊，真的，啊，那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沉住坏空啊，啊，那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啊，那我们的心念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啊，刹那刹那在变呐，啊，啊，那我们呢就不要执着说哦，我的念头啊，我们把它放下，哎，放下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另外就有一个境界，就觉得说，哎，好像我们没有去执着这一些外相或者是我的念头，那这个时候呢，整个心啊，好像寂静下来啊，啊，那自然也没有烦恼啊。好，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引导我们慢慢慢慢起观啊，从理然后起这个观，然后就好像自己本身呢进入到这个安定的状态里面呢 啊那就是去除我们的妄念了啊，所以就达到空啊，啊，那从空它还要讲有啊，就是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啊，这个所有的现象不只是外在的有物质的是空啊，我们的心念也是空，可是它有刹那刹那存在的事实啊，它就叫假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样的假有呢来看到哦，啊，一切存在的现象，所以呢我们也能够了解说啊，为什么我们众生会苦啊？因为我们就是执这个假有为实有，实际不变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什么变化，我们就开始难过了啦。啊，所以从这样子的观察，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说啊，那这些呢，也就是我们众生的执着啊，因为我们不明事理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慢慢就开发这个慈悲心了，啊，所以在谈有假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从慈悲心来啊来启发的，啊，也就是菩萨为什么还要去度化众生呢，啊？也就是在了解众生啊，也真的都是假有，也有有的存在的事实啊，不然的话，菩萨他已经进入空的境界啊。他可以说那这些众生都是假的啦，不用去度他啊。可是众生就执着有啊，所以众生还在苦啊，所以菩萨就要去度这个本来不是实有的假有的众生，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是有存在啊，所以地狱也有啊，啊，也就是因为有执着的造恶的众生，那他也要去受这个恶业，所以菩萨也要去度化，所以菩萨为什么可以入到这样子苦的地狱去度众生呢？也就是因为他的心，他本身也能够了解一切都是啊空性的，所以他才能够入地狱去度众生呢，而不以为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啊，就是说啊，这个止观啊。他能够汇合说啊，我们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啊，那我们才会知道说，哦，那我们还是需要去有这样的认识，从文字剥落啊，至少道理了解，然后呢，我们能够修到什么程度啊？啊，那我们也是要勉励自己啊，能够从修而得正，是这样子啊。那最后智者大师的这个小止观呢？他强调的三观里面呢，就是空、假，还有中，啊，那中就是中观，也就是说啊，那我们呢啊，好不容易啊啊，能够打破我们众生的执着入空观呢，啊，
然后还要起慈悲心呢，去看待一切存在的这种假有啊，而能够呢起积极的度化的作用。那可是呢，如果我们执着说众生有可度，哎，那我们又偏于这个假有啊，所以连这个假有也要放下。好，所以说不偏空也不偏有啊，啊，那当下啊，就是有需要破的，那我们不执着；那有需要去承认它实际的存在的啊，那它是假有，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中的这种啊，它变成是啊，好像空跟啊这个有啊都没有执着了。啊，所以这个中也并不是说站在这个中间，而是说啊，他心里呢，他是兼具有这个空性，然后又能够有慈悲的假有观，啊，然后两边又不执着啊，这样子的境界叫做中了啊，就不是说哦，我们站在中间啊，不要靠边站这样，不是这样，而是说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这个空跟有。而且呢，没有偏也没有执着，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的慈悲啊，他在小止观里面呢，他就呈现了这样子的空假中三观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跟我们啊，就是中国的天台祖师第一位我们介绍慧文禅师的时候啊，就已经谈到说啊，这个慧文禅师呢。他因为读这个大智度论啊，那么他就已经悟到了说，哦，有这个存在的空假中三谛，那我们呢就要依照这样子的真理啊，这个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啦，也就存在的这个真理啊，我们看到的空性，空性才是真理啊，那看到它有假有存在的，哎，那这个也是真理。啊，那我们的心能够按照这样子的道理去修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是起观啊，所以从三谛而能够建立三观啊，那就能够证到啊这个空假中三智啊，所以从三谛起三观，然后三观修成就是证到三智啊，三种智啊，有空智啊，就是空的智慧。还有这个假有的智慧，就能够菩提心啊，慈悲心，那又能够超越啊，那就是中。那在小止观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啊，它就跟这个摩诃止观来对照的时候啊，它又叫做摩诃，就是大啊。那这个大的意思呢，也就是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它又超越了空假中啊。而用圆顿的，也就是说这三观呢都在一心中得，就是我们的心呢 所以呢他就以观不思议境啊，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的止观呢，他就强调啊，要能够修实乘观法啊，就是更加的一个啊深入的这种啊阐发啊，我们要修这个啊，这个心的观法啊，就分得更细啊，就是我们要层层的来对破我们啊，就是众生可能面对的啊，我们都有的烦恼境啊，啊，我们有贪嗔痴烦恼啊，还有呢，我们有生病的时候也会有障的境界啊，那也有这些魔障啊，也有这些禅定，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啊，这个。好像自己的禅定的这种修学啊，我们也把它执着了啊，那或者是我们的任何的啊，就是学习的这些义理啊，啊，如果我们不通，或者是执着某一个层面啊，那也是障碍啊，那乃至呢，就是我慢呐 就是啊，或者是我们证到二乘呐，或者是啊，证到菩萨啦。啊，这些也都有可能造成障碍。那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呢，实际上他也没有说啊，按照他本来的铺排讲完啊，他就是讲到这个第七章啊，就是就啊这个诸见境就没有讲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啊，主要是我们大略了解一下
啊，就是说从小指冠啊摩诃指冠。那另外我们说四禅波罗蜜，就是把整个的禅定呢做一个啊整体的简介啊，有次第的。那另外还有一步就是六妙门啊，也就是强调啊我们从啊禅定的这种基础啊，就是从六妙啊法门来修，就是从数习啊，然后呢能够从一数二随，就是随习啊，三执四观，然后五环六境，清净的境。那从呼吸的啊掌握啊，啊我们从数呼吸说一入一出啊，那我们数个一，然后没有任何的妄念，再继续啊持续的啊念二啊，就是能够数啊，就是一二，然后呢最多就是到十。那如果中间有妄念啊，又要从头开始数啊，那能够从一数到十都没有妄念的时候，就叫做安波，就是我们的心啊就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定的程度了啊。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啊啊，就是让我们从有数，就是有数目的，然后放弃数目，然后进入止啊，就是心呢就也不数了，也不随了啊，就没有呼吸的对象了，就安于这个止啊，然后呢来观察啊。那这个时候的观察呢，可能观察我们的心念的起啊灭，或者是观察我们的四大假合啊。那再来呢就是还，也就是连观都不做这样的作用了啊。然后再静，清静呢就是能够回归到我们啊能够起观的这个心，它本质是清静的，是这样啊。所以六妙门呢在这个智者大师的铺排啊里面也是有十章啊，可是我们一般呢能够啊就是掌握来起修的啊，也就是用次第六妙门啊。那我们从这个四部指观里面呢，就是简单的这样子介绍呢，也主要的就是把智者大师在生平的介绍以外啊，好，那我们也对他的著作啊，就是有教有观呢，也大略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啊。那不然好像在啊称为天台宗的祖师里面呢，我们啊就是对于他的教义啊，就好像也没有一点点的认识啊，啊就不知道说天台宗它的特色是什么啊。因为我们从前面介绍的啊，除了龙树菩萨是印度啊的祖师以外啊，那从慧文禅师就是中国的祖师了啊，因为他是读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所以这样连结上去的啊。那从慧文禅师开始，我们就说有这样三观的开始啊，然后从慧思禅师，然后到智者大师，他又扩大啊，就是能够把《法华经》啊落实在一个义理的教法啊跟教学这样的整合，然后搭配止观的这样的一种啊实修，所以就成为天台宗叫做天台的教观并重这样的特色啊成立出来了。所以一般呢也大部分以智者大师为祖师啊就是创宗了。可是在智者大师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说我创这个宗派，而是后代的啊的弟子们呐 啊就是尊称智者大师。因为这样子的发展下来啊，也确实是智者大师建立的天台宗的啊教义跟实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啊。所以我们介绍的智者大师之后啊，接着啊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啊第五代的祖师啊，就是从龙树菩萨、慧文禅师、慧思禅师、智者大师，接着就是张安灌顶大师啊啊。那大部分的后来的祖师呢，也都是沿袭啊承传的智者大师所著作的这一些的内容
啊，来加以啊解释发挥，那所以就成为是天台宗的这样的啊，它的一宗啊，它的教法跟修行的传承。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新逢定光古佛圣诞，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1月27日大年初六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恭送金光明经法会，恭请慧泰和尚主法，日期1月19日星期日到1月30日星期一，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6331565，05633156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法会期间，每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陀罗尼是梵语，意思为总持，也就是对佛法能一持不忘，善加思维与实践，且由意陀罗尼能得知无量陀罗尼，因此称总持。又因为具陀罗尼者，即能掌持善法，能遮除恶法，因此又称为能持能遮。陀罗尼分为4类：一、法陀罗尼，对佛的教法闻持不忘，又称为闻陀罗尼；二、意陀罗尼，对诸法的义理总持不失；三、咒陀罗尼，菩萨因禅定之力而以咒为相应众生除种种灾患；四、忍陀罗尼，菩萨凭着真实的智慧，不随世间价值而转，能安住法的实相而不忘失。在《无量义经》中说，以陀罗尼无碍辩才，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菩萨因具足以上4种陀罗尼，因而辩才无碍，在面对心性各异的众生时，能契合法义而应机说法，是度众时的善妙方便。